20万吧，脸都不要了，这女的，50万。你知道我等你多久了吗？四家店啊，6万8，16万8，累死了。你拿人当傻子啊你？兰博基尼来，兰博基尼，我操，臭皮卡丘。胶皮虽有弹性，但它不能无限的放大。我们那个保时捷车友群里面的一个兄弟哈，有一个女的在群里加我，聊得挺一块的，然后说出来吃个饭吧，就随便找了家日料店吃。我寻思第一次出门，不是吃饭花多少钱啊？2000块钱。吃喝闪比吃喝闪还过分，还过分啊？金额太大了。多少钱啊？20万吧。我操，20万啊！嗯，给我付完钱之后，说逛街吧，就直接奔着奢侈品店去了。进去之后就看见啥拿啥。给我拿完了之后要结账了，嗯，然后不动了，说让我去结账，嗯，我一问金额20多万，我说他妈我就知道你叫圆圆，这一个字值10万块钱，我这不大冤种吗？谁给你值钱啊？我掉头我就走了，脸都不要了这女的。然后有一起出来玩的嘛，然后聚餐的时候就说也他也约这些朋友，对，吃完喝完再拿点，少的2万多。多的40万，50万，我操！真后悔不是个女人啊！这个女人你得赔钱。听说她就是不止保时捷车群里有她，什么劳斯莱斯车友群里都有她。哎，不是，我也在那个保时捷车友群里边，怎么她没加过我呢？她可能是看头像加的。我头像是我啊，确实不应该加你。来，把相机挡一挡了。然后你到时候你推给我，我看看是哪一个。行，等我回去看看他有没有把我拉黑，他要没拉黑我就推给你，就是直接把头像给你扔过去，你就看头像加也可以。好啊，那你对我们诉求是什么呢？太不要脸了，这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，你这有钱人都那么精明，你说你在我这儿20万没掏了，然后你去掏人40万，你觉得你不付出点什么你就能走，人家能白掏这40万？那这样，那你先开着你小728回去吧。好了，辛苦了。好嘞。这种女孩子有点胶皮女的意思。什么叫胶皮女呢？就像胶皮一样啊，永远没有满足，不停的拿，不停的拿，不停的拿。但是有一天啊，撑爆了一定会是你。为什么？因为胶皮虽有弹性，但它不能无限的放大。我那个是翔不是翔，跟你微信聊天那个。你知道我等你多久了吗？你看一下时间，我等你这么长时间了，你给我进去买杯喝的吧。啊，行，那你进去看看吧。你有什么想喝？我不喝。你不喝，你不得请我喝吗？我等你这么长时间了。你想喝什么？都来一份。都来一份啊！你是干什么的呀？我是做那个二手奢侈品的。在上海那边有一家店，在北京那边有一家店。还有两家店。青岛这边有一家，是3家。是吗，哥？深圳这边有一家，是4家。4家店啊！我好多货都堵在我那个新仓库，我一直要搬个新仓库嘛。然后那边你能带我去你新仓库看看吗？你喜欢奢侈品？那肯定，哪有小姑娘不喜欢奢侈品呀？今天不知道方不方便，挺乱的这里面。没事儿，我们可以去看看。你喜欢什么东西啊？包、鞋、手表啊？都喜欢，都喜欢。还有那个 LV 和 Supreme 联名那个避孕套那个。真的，开玩笑。那你还挺幽默的。我那边房子也在那收拾啊，看看，然后晚上我到时候去吃个饭吧。在车里等我啊。好。我给你准备了点那个见面礼。哎呦天！打开你看看啊。这多不好，哎呀，看看。看你喜欢不喜欢。多少钱呀、这个？啊，68000块钱。6万8，第一次见面你送我这么贵重的礼物、啊，哎呀，我这怪不好意思的，我不好意思，看错了，16万8。哎，刚才我应该请你喝杯东西的，我、哎呀，我刚才该请你喝杯东西的，你说咱俩第一次见面啊。啊，你抱着啊！啊，我抱着，挺沉的这个。没事儿、啊。谢谢你啊，我真是，哎哥，我是真的没想到你这个人这么好，你知道吗？哎呀哥，我真是不好意思啊，我恋爱经验比较少，谈人也不是那么准啊。我一看你，但是我就知道你对女朋友肯定特别特别好。
这个也能看出来。你看你这个鼻子这么大。你别戳我，你戳我我害羞，我过敏。我这样，咱去仓库，去仓库你帮我收拾收拾那瓶子。不，你有劲儿吗你？那必须的呀。我有劲儿。哎呀，那走走看看去。这么大雨啊！这个雨是真大。嚯啊，妈的，主要就是在这个屋了。这个屋。哎。然后我有点无从下手，你这个是迪奥的吗？这个是，这个里面有那个什么，有包装纸。好的好的，这个是不是巴黎世家那双新出的鞋呀？真好看。哥，这个配色真好看，你也给我弄一双吧。你多大脚？我38码的。我这个你穿的行吧？这个是41码的，我是38的。我是38的。啊，找什么？38的。你看，你想要是不是？啊，我可以送你一双。这鞋在外面卖应该是5000多块钱，5300来块钱啊。你把这鞋柜弄好了，好不好？你不能，你过来，你叮里咣啷，你就开始要东西。你放心吧，这个我绝对给你收拾好。快弄吧，我这腰疼了，真是。你答应了啊？我答应，我答应，我答应。加油，使劲儿，用力啊！你从下面冲着上，往上上，冲往上上。哎，这样走，哎，这样走应该有劲，能行吗？我操，这沙发这么重吗？嗯，可以。可以啊。嗯，哎，你在这压着什么意思啊，哥？我操，我啊，我光看去了，我啊。我说不这么难听。啊，但这个也好看。行，我立马给我同事打电话，让他们给我找一双鞋。来，我看上找来。啊，先把衣柜给我弄好去啊。好嘞。哟，我快累死了，你是一步没干。我也不行。你看我手都划破了，就你这个柜子。感恩的心，感谢有你。累死我！我也很累啊！我坐在这个地方，你信我发不累啊？你真是辛苦了。我心里，我累点没事儿，主要是给你收拾干净了，我心里也舒服。行，走，吃点东西。跟你玩游戏吗？玩呀。喂？哦，老师，知道了啊。我有点事儿，我得去我哥家那边办完事之后，等你吃点东西。行。咱先下去吧。行，好。跟我哥打个招呼啊。啊。怎么回事？怎么这么长时间啊？来，车先停着。这啥呀？这都这不下雨吗？外面刷车了不？这不下雨，这不正好刷了。可这不是你的车啊？别客气，跟哥把话说了，好不好？加油了吗？加了两格。多少？加了两格，哥。现在九五油贵吗？不是，我用了一格，我数着，一共跑了你31公里，我给你加62公里。两格，两格64块钱的油，很精准。行。以后别开我车了，杨哥。今后有事你还借我车用啊？车联系哥，回去以后有事打电话啊，拎拎我。借别人的车带我出去啊？借别人吗？我也没说是我的呀。你拿人当傻子啊你？你是不是觉得我胸大无脑？也不大呀。你有病吧你？出口在哪儿？出口在那边。不是，你离我远点。车在那保养。我不听你解释。所以我开了朋友车过来。你别跟我说话了你。你就这样吧，别联系了以后。你车是骗我的，但是我的人是真的。你。我要你人有什么用啊？我真的是干二手奢侈品的。你先等一下。喂，有没有事啊？我在这忙着。哎，哥，我说你那个兰博基尼啊，怎么样？不忙，你先打电话。啊，我先给他把这事一说，你稍微等我。你千万别生气啊，宝贝。没事。喂。哎，哥，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方便，我给你把车送过去啊？我给你发个定位，我在我大哥小区的负一层，你给我把车开过来吧，好吧？不是在意你开什么车，也不是在意你送我什么包，我只是很生气你骗我。你看现在外边雨也下这么大，要不一会儿你送我回去？我就是想说这个，我无心骗你。好，然后这不一会儿，以后不能骗我了。我对天发誓，要是骗你，今天雷阵雨就让雷给我轰死。我觉得超跑还是红色的好看。我觉得女的开红的好看，我那辆原本是红的，后来我改了个颜色，改成红了。
黄色啊，我那个是个敞篷。嗯，我不知道修厂房修什么的。哎，我哎，哥，哎，到咱们这个小区了。你就别下来了，你没那个门禁，我下来，我上去接你吧，我把车开了行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我等着你哥。嗯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哎，你在这稍微等我一下，我上把车开了一下。好，啊，嗯，乖乖哟。哎，哥哥，这什么呀？兰博基尼，来，兰博基尼，来，这是你那个黄色兰博基尼。怎么样，我这车？我操你妈，臭傻逼！不是你有富你不能露，你看你把这头套戴上之后，哎，很低调。我操，臭皮卡丘，傻逼吧？这他妈黄色兰博基尼！我送你回去，不行，咱送我回去开这个敞篷啊？敞篷淋透了我。超跑啊？超跑，你跑得比我走得还慢。逼格？逼格？圆圆，圆圆。别跟我说话，圆圆，圆圆你回来我拉你一程，我车刚保养好，贼动力贼足，圆圆，怎么回事啊？那姑娘不是喜欢超跑吗？啊，那蝴蝶门啥都有啊。小田，赶紧追姑娘，外面那么大雨，姑娘没伞，看淋成什么样了。你快追她，快追着她看看。来来来来来，你自己去，现在晚了。上车，我带你去。嗯，可惜了，我操！我儿子这个车前两天我玩的时候，把它前进档弄坏了，现在只能倒，倒也行，倒也很场面。哎呦，蝴蝶门自己弹开了。哎，小天，小天，好了，祥子给咱们一个新的任务。哎，我操！去哪儿啊？这个就是祥子给你的包吧？应该是。哎，把包拿走。啊？放了点卫生纸。我操，这么损的吗？走走走走走。嗨，我是 Kiki 潮牌已经为大家服务一年多啦，从当初的零零散散到现在的每日500多天，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对主播们的支持和喜欢。关注微信 Kiki 96521，所有大牌衣服鞋子